现在是4月3号下午的1点半了，刚刚把车洗干净，准备收拾收拾车里面。今天早上呢，和王妹去理了个发，又年轻15岁呀，变成老帅哥了。王妹剪了个什么造型啊？这是，还是把那个下面剃了，上面留了一点，现在是正宗的假小子了。我喝的是论哥们儿出。今天下午呢，我把东西全部收拾完，明天王妹我们俩就出发了。首先第一站呢，应该是重庆，因为在7号的时候嘛，重庆那边有一个活动，让去国企拍两期视频去。之后再回黔东南、广西、云南、西藏方向，大概就是这个路线。为什么把车放到王妹家里边呢？我和王妹商量了。一下准备开一辆车出去，就是开王妹那个车出去，我给她当司机。然后呢，我带着帐篷，准备全程搭帐篷，估计老好玩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去城区买的那个一个东西，就是给那太阳能板装眼来着。基本上他的车已经弄好了，然后买的这个是草料吧，这红九九，因为去年王妹一直带的这个。鱼竿咱们还拿吗？拿手杆拿着呗，反正有地方放是吧？啊，这儿有两个，然后你是不是那个？我车旁边不是还有一个箱子是空的吗？哦，放你那儿就行。然后边走边钓鱼是吧？我东西不是很多，就是有几件衣服就行了。再有把那个充电器还有电瓶带上就可以了，还有洗漱的。把这个东西拿下来，哎呦，没多少，要我把车开进来拿了。我衣服就七八件吧，得拿个厚衣服吧，去西藏怕冷，你又不怕冷？万一冷呢？你怕热吗？嘿，好放吗？这个毯子是哪儿的？这箱子里头的。哦，你弄出来了，你拽这个来着？要不拽的话还行。里面有一层。啊，把东西都放在王妹这上面。这是我的充电的东西，然后放在里面就行了。然后把这个网兜也拿着，这里可以挂一点小东西。我的那个帐篷就在这里呢。哦，这谁的垫子？等一下把这个装上，装起来就行了。就是这个。这个不要了，今天要把这东西全装上。你不装上，你咋知道好不好装啊？哦，就，那你还得网上得充上电。它不太阳能充着吗？都充了23.5了，这哪有太阳能太阳能，太阳能吧。啊？啊，我把冰箱也放上去，冰箱里边还有东西吗？有，还有东西呢，还有肉嘞。不吃了它？要吃得了，现在哪家缺这点吃的嘛？哎，你这衣服是不是穿到了？到吗？啊，两面一样穿吧，反了。反穿衣服要发财。啊，那恭喜你要发财了啊！发了财别忘了我啊！谁记得你嘛？好家伙，真其的实说这不么装巧，起来东西也不多了。多什么多，没什么东嗯，西，不是。洗衣机和那个咖啡机不带，就小了，少了两个大的，这换了两个装衣服的，哦，没区别。这门关得上吗？试试，试试。关得上。这你看，这才到这儿呢，哦，傻呀，这么宽，那没能事关得上吗？待会儿把里面东西收了洗洗，啊。先把箱子装上了。这里边是啥？我看高压锅。这个。哦，这是上次那个送的酸菜，好家伙！坏了没？闻闻。上次那个李子大爷，那个胖驴师傅他们带过来的。哦，哎呦，我长门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了！他回来都没忘了吃，哇！油盐酱醋，这是油米。这里边还能放点东西呢。哦，这么有劲儿不盖盖子啊，然后里面就可以装了。啊！啊，哎呀，透明的，透明的好看，好拿呀！用的时候看着东西拿呀。哎，这里还能放哎，这里啊，衣服能挤得下吗？
电视塔朝这边来，不行吗？动不动开个电视塔，你懂啥？你不懂。有那么冷吗？这跟冷不冷没关系，那潮的你睡着舒服呀，是吧？这边潮，这样就如果不潮的话还行。这不够长吗？这线那么长。这个可以这么竖着装，竖着也行啊。竖着装，然后可以放桶。哎、哦，可以可以。竖着装的话，哦，我那个箱子放这儿来，杂货。哦，也可以啊。哎，弄几下。刚好放这里，里面还有我的小音响啊，那个就放这里了。你可以把这个放在里边，小音响放在这儿。要不这里放洗漱篮？我也有一个呢。两个正好吧？哦。这里等了，正好两个洗漱篮吗？对，桶的话就放前面就行。这个就不盖，上面你那包什么的，平时可以放上面。啊。桶放这里，看到没？嗯。盆儿，洗脸盆儿，洗脚盆儿。这不就放好了吗？啊。洗洗，还有啥？我不行就把那个收纳箱装着。不过箱子带多了烦哈。对，不用带太多。能放点东西就行，我感觉把东西收拾到他车上也挺多的，问题是不是啊？嗯，现在还有事吗？洗碗啊，洗锅呀、啊，你那好久没用了、哦，装到里面都不能用的。走、哦，那个拿出去。这些要不要了？那个不要了，到时候放起来，盖起来。罩子啥的也不用。嗯。我还特意叫我姐拿回来呢。哎，带这个壶吗？可以。洗洗，全洗了，把这里边那东西洗了就行了。这个不错。啊、嗯。哦，我那个可能要不能要了吧？鼓了吧？这个鼓气儿了。我不能吃了。别吃了，别吃了。嗯哼。早忘了是吧？老忘。扔那垃圾桶袋里边吧。拿给我舅妈喂鸡，什么都扔，这是粮食。懂不懂？这鸡吃了消化呀、啊？鸡吃了怎么不消化？这是粘的。消化，糯米它也吃啊。哎，我锅嘞？你锅在那个那儿呢？昨天我煮面来着。饭不吃。那个小锅别拿了，拿我那大锅就行了吧？你这还吹哨呢，给忘了。这个能放？这不是这个是什么时候拿？你不是个小锅吗？嗯。那个小锅不拿了，拿一个大的啊，能放进去吗？它不是放那个里边了吗？放哪了？在那个里面哦，放着呢。那我这里面也得装，这放点电磁炉，小电磁炉啊。这没插啊。啊，正常来说电磁炉都不带了。什么都不带，你也不带了。其实我东西挺少的，我就是这个，这都是他的，这个电源。这个里面是衣服，就拿了几件，好像还有东西没装的。车里边收拾完了，就不用管了。今天晚上再在车里睡最后一晚了，就和这个车告别了。以后就是帐篷旅行了。